女人的感性会让一个女人爱上一个人，可以不顾一切的爱，也不在乎你是不是真的有钱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不掺杂什么其他纠葛。虽然现在爱钱的女人多，但还是有不爱钱的，愿意为爱痴狂的，遇到了你就幸运了。一，深夜找你倾诉感情，他喜欢你，肯定会把所有的感情想法都告诉你，甚至包括自己的小秘密也告诉你，自己的生理期都告诉你，其实就是想让你明白他什么时候方便，你可别继续犯傻。二，总是能记住你的生日，也能记住你们是哪天认识的，在你生日快到的时候会给你精心挑选礼物，会给你大大的惊喜，甚至在你生日的晚宴后主动留下来陪你，其实就是想告诉你他就是你最好的生日礼物。三，喜欢让你去他家做客，喜欢和你共度一个平静的下午，你可以在他的沙发上睡着，他忙着他的事情，两个人不说话，这种感觉真的很美好，因为你始终都和他在一起，醒来后他给你准备好晚餐，你可以慢慢的吃，晚上也可以不用回家。四，和你逛街总是小鸟依人，牵着你的手或者让你搂着他的腰，似乎在宣布你是他的，谁也抢不走。一起吃饭的时候喜欢用脚在桌子底下蹬你，惹你生气。